来哦，现在几点？看一下，4:24。早上4:24。我们要干嘛？年轻一回，是不是各位？对，冲！全团几个人？全团8个，只有4个起来。从4:30卖到7:00，住哪里？就阿佑脚步饭啊，鹿角美食。走。不想要睡觉哩。我们吃完饭。4:00，确定哦，我是可以哦。百年老店哦。百年。来哦，走。欸，这很久没那么热血了，哎，赞哦，干！哦，这间哦，哎，排队啊啦，哎，也晒呢。你大刚刚来加班哦？不一定啦，有时候两三天来一次，有时候天天来的。啊，这么早起来哦？哎，他4:30开始卖。啊，听说到7:00就没了。6:00就没了。6:30就没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刚刚拍特写，我已经被惊艳了。它就是很简单的，一点酸菜。腿裤有没有空漏了？然后老板娘特别赞助卤蛋，哎，这个大小应该是鸭蛋，这光看要流口水。那个肉吼，介于化与不化之间，什么意思？你用你的唇腭用力一下，它其实就已经散开了。你再一直嚼一嚼，哇，你就可以一直咬到那个卤汁。跟那个肉的甜度很好吃哎，而且这个皮，哦，这个皮，哦，它外面那个胶原蛋白太美妙了，里面的有一点点筋，所以你吃起来哦，你嘴唇会黏住，最后一点，这个皮啊，跟这个皮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它的酱汁的咸度、甜度也完全不一样。它这个就是很纯粹的酱油，但是呢，这个呢多了一点点焦糖感在上面。不同的部位，它用不同的卤汁去卤，这难怪好吃啊。走啦，走，我们赶快回去，让他们愧疚。我们一早为他们去买这么好吃的腿裤饭，他们吃完一定会哭。你等下勾破，对不对？拿着没有哭的，我们直接。下面下名字，啊，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起来你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来了，现在来吃嘉义最有名的卤熟肉。我上次跟芊芊有了，然后我点全部一套，但他们今天劝我不要，因为我不是芊芊，吃不完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一边是豆皮，一边是红沙的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们确定哦？好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啦。最近都没有超人了，因为他也找不到电话亭。我跟我的 buddy 超人讲一下，这边有一个，你以后要拯救地球的时候先来这边。然后这雨也太恐怖了吧，赶快来，快点。这个呢叫做熟肉，它有两个部位哦。我们吃一下那个松板的部分。这一间哦，我每次经过都一定会来。大家都觉得嘉义一定要吃那个鸡肉饭，对不对？其实嘉义的卤熟肉也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走过错过不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我都喜欢在这边，然后点一个。那电话亭。因为我那个10年前啊，我传了一封，啊，不要讲故事哦。你看到我们多惨吗？没事啊，防水的。来，这边的，这边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猪血糕里面呢，你会看到黄黄的一点一点的，那是因为它里面加了地瓜，然后它的酱汁是自己煮的，所以如果你早点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酱汁是热的。那就是因为他自己调酱汁，自己熬的酱汁，所以他的特点就是在这边啊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鲟糕，螃蟹的那个鲟。以前的时代呢，物资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，那用这种名字来让自己可以享受到一点像吃海鲜的味道。
来，邓玉娥，大家再忍耐一点。你看这个猪舌，它很厚，那它有前中后嘛，所以你吃的口感都不太一样。像这个是中段的，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嫩一点。然后像这个是前段的，就会比较 Q， 懂吗？那如果你要的话呢，老板还会给你一个 wasabi， 因为像吃这种东西，我喜欢加一点 wasabi， 刺激它的香气。所以你靠一点 wasabi 去把它的香气跟那个甜味可以提出来，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很好吃。哦，猪肺，你咬的时候好像在吃一个很 Q， 然后空气感很重的一个泡芙，口感非常特别。大家都说在嘉义啊，你如果要找美食，第一你要先找到什么？圆环。环岛肥胖旅行之炸马吉，哎，这个很厉害哦。这个我们买的时候最后一批卖完了，一点开始，我们那时候去刚好两点多而已。那我拿的这个是红豆口味的。我在想是其实就是北藤贵啊，因为他们其实原料都一样是用糯米去做的。我必须说我错了，它跟北藤贵还是有差别，它的软 Q 度啊也比北藤贵来的更 Q 更软。哦，你看它的粘性延展性，你以为它是起司吗？不是，它是用糯米去做的，非常的 Q。 那我们刚刚在等的时候，准备要来第二间的时候，下一间的时候呢，我在路边发现了一个面食类的东西，它有两种，咸的甜的。我们要先吃咸的，然后它咸的呢会附一个酱汁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只是觉得很好吃，给你看一下。哦，非常的香，它上面是冬粉，然后一点点高丽菜，然后一点点胡椒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虾米吧，然后下面呢包着一颗荷包蛋。它的外皮 Q 度非常够，然后用的非常非常的薄，然后面香味呢或者那个里面的馅料的香气非常非常好吃。哎，天哪，这我们只买一个。哦，这个就是甜的了，它的外皮感觉很像那种太阳饼一样酥酥的，有没有？很 Q， 很香，应该有点像炸的啦，它油脂其实放蛮多的，炸得非常的酥，不是脆哦，是酥。酥跟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那它用了一点点糖粉跟花生粉吧，所以它里面其实是非常单纯的味道。真正你吃到的甜，其实它面体本身的甜味。哇，这个面体发酵的非常好，这真的会胖死，妈的，全部都是淀粉。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你，哎，不是这么说。不要以为我是不专业哦，哈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这样拌着，因为你一拌之后，你闻到就是那个醋的香气。然后拌的同时，你要看哦，火候够不够，就是看这个，没有这个就表示它火候不够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因为鳝鱼在处理上面其实是非常难，因为它呢一定要火要够才会脆，洋葱的部分要让它点点受热产生甜度，但是里面的汁液跟脆度还是要保留住。然后去配合鳝鱼快火炒，让它快速的熟化，然后保持它的脆度。嚯，你没办法形容，它带着炭香味，你咬进去就是炭香味。因为老板很厉害，他是用木炭去炒。那人家想说，我用炭火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温度？你注意看老板下面的锅子里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风。他只要一客人一来，他就把风打进去，他的炭火就是旺。然后他整盘里面，我没有吃过炭香味这么重的鳝鱼炒鳝鱼耶。嗯，那你在吃这个面的时候，你第一口闻到就是那个醋，它的酸度是微微的，然后带一点点甜味跟酱香味在里面。
非常完美的一盘炒鳝鱼面，非常好吃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辣椒，它真正的精华其实是这个油脂，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。因为它的锅气很重，你用油去拌呢，它除了均匀之外，它是扒在上面的，所以面体本身呢，它的碳香味还是保留在里面的。这家它强调就是香味，它连辣椒油的香气都是保留在里面的，完全没有一个味道你加了辣之后尝不到的。很多我们在加辣的时候有没有，它最后就是辣，这正就是锅气。你看它翻锅，我好喜欢它把那个抽风机瞬间关掉的时候，它那个香味直接传到我的鼻子里面，好香，很好吃耶。这谁找的？马哥，跟你合作这两年内，我第一次真心叫你马哥耶。什么东西？尊敬。看到现在你的表情是跟我一样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懂吃？来嘉义不就是要吃鸡肉饭？你为什么来吃鸭肉？告诉你，我们要介绍一些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几点了？4点，络绎不绝，而且全部都是骑摩托车来。这时候你没有想说，所以嘞，那就是你不懂，骑摩托车一定是在地的嘛。然后我们点的这一碗是鸭肉干面。哇，你在拌的时候其实就闻得到它的面的香气，我相信这个油面啊跟一般的油面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加上呢，它有一些菜呢其实我们比较少吃得到，比如说像这个就是炒的鸭肉哦，这个其实蛮难得吃得到的，我来试试看。哦，哇，它鸭肉很嫩，它的口感就像炒牛肉一样的嫩度，但它多了一个鸭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它带一点沙茶的味道，但是微微的，不会很重，欸，很好吃哎。好，吃一口面哦。哇，它那个酱甜甜的，然后带点红烧味道，但是你觉得它的酱汁太多没有？你还是吃得到面的味道，跟外面吃到的油面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像这个酱煎蛋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蚵仔煎，然后老板为了摆盘还放了两个空心菜在上面。它吃起来很像烘蛋，那烘蛋它的特色其实就是蛋白跟蛋黄，它虽然有打，但是呢，它是用蛋白先接触到高温的油脂，产生外面的脆度之后，再去用蛋黄去和。欸，它的蛋香味是一直存保存在，欸，是一直在你的口腔里面一直跑的，很香哎，我很想再吃这个面，因为它这个面真的味道很特别，但是我真的好饱。好，你最多浪颈，我就背对你，假装就是这样，只能这样子了。我的浪颈只能这样子了。吃饭啊！吃饭了哦。工作人员其实没什么吃，其实都是我在吃的，对不对？确实。黄胜伟，你吃最多，你还敢说？然后你最后说什么？我要留一点胃再吃一个热炒。是啊，对。还不是你这句话，我们来这边吃的。大家呢，好好吃，好好享受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很多天需要体力活。哎，大家注意不要挡到上面的光哦。好吧，吃吧吃吧。你要摄影师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夹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很难跟，我们要慢一点。他没有在跟你夹，他只有在跟你的脸而已。我们下一站前进。空万里，哎，这也蛮漂亮的，而且你看它右边那个绿绿的田。没有很搭呢。我今天来特别就是这样子。我想要体验一下主题，我们去看看什么叫做飞天小女警的主题房。我觉得这团队很用心，其实他们要的就是怕我孤单，怕我寂寞。而且还找三个，对，一次找三个女，一次找三个，三女一男。
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你看这沿路过来，你看超可爱的。比如说爸妈带他们来，真的小孩子会超开心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有一些亲子餐厅，然后卖小朋友的亲子餐。然后呢，它外面还有一些设备，让爸妈带小朋友来这边使用的一些设施，像我刚刚有看到一些小火车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可以玩水的地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蛮不错的。哇哦！我一进来就看到我最爱的了，我真的很爱浴缸哎，这浴缸的 size 很大哎。我186，这个浴缸超大的，我可以这样躺着。你看我膝盖可以盖满，很舒服哎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我靠，也太可爱了吧！看它长得跟我有点像哎。我号称 YouTube 界长得最具卡通效果的人物之一。来，我们再来寻宝一下哈。哦，干嘛？没有电风扇。吹风机。啊，吹风机对，不是电风扇。这主题不就是要很可爱吗？哎，我们今天要表示那个开朗、开心的心情，是因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来看这边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贵妃椅，你可以躺着，可能小朋友在那边跳床上跳，然后妈妈就在这边看。好了，我们移到那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掉了，变瘦了。你可不可以控制一下现场人员？场控。一般我们去很多的饭店，其实他的床的高度是比较高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有思考到给小朋友好上床下床，所以他特别把它降低，这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再来，你注意看 baby poo， 所以你来到这边其实是可以很安心的让小朋友在这边跑一跑，因为有时候他下面虽然有一些亲子的设施。但是有时候他们小孩不会马上就断电，你带上来之后，他们还会在跑完之后才会睡着。有经验，不要问我为什么有经验。再来最重要的，花花跟泡泡，我今天晚上就会跟他们两个好好的共眠。这两只不是只是晚上陪你睡而已，你喜欢就可以带回去。原本这两只是不用钱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再加299，哎，我现在变购物台。哎，经理，是不是只有今天登记组？已经卖到剩下两组了哦，哦，赶快要加299，三次就可以带回去哦。什么东西？电话打不进来。这时候我们哎，一定要把三位主角带去看一下这边的风景。哎，这边好事，你看啊，拉开来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蓝天白云，非常舒服哎，而且你就坐在床边，哇，对，我抱三个妹哎。曾几何时？不要问。好。那你喝一点，好好喝哦，好好喝哦。那你要不要喝一点？要啊，你给我喝一点点啊。哇，这个茶好好喝哦。泡泡，你要不要喝一点啊？泡泡。